吸收托盘包装工厂的生产流程。吸收托盘包装的生产流程主要包括原材料准备、模具设计制造、吸收成型、修整与加工、质量检验与包装等环节。首先需要准备好适用于吸收的技术的塑料原料，并按照工艺要求将其加热至熔融状态，然后根据产品的需求进行模具设计和制造，一般采用 CNC 铣床、数控雕刻床等设备进行精确切割。接下来将加热的熔融塑料注入模具中，并通过负压抽取的方式使其完全贴在模具表面，形成初步成型的产品，随后进行修整与加工，以达到产品的外观和要求。